这个摸头彩蛋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是不是这个摸头彩蛋了，兄弟们，就跟我说啊，来吧啊，摸头彩蛋，不服就干。Lion Kingpin 先放个大猩猩，让他飞过来，然后他就替身，然后开大，然后直接秒，火爆老神，兄弟们。你就说我预判的准不准就完事了，兄弟们，彩蛋。辣椒正三，辣椒正三，啊，尤其是后方的正三，你认真就是一个彩蛋。啊，又是水人，再给他来个彩蛋吧。出现了儿子打爸爸彩蛋，哈哈。这个他打了那个那啥的嘛，是那个集，我记得是他是嫌这个把那个九尾封印在他身上的时候，我是看的，我记得是嫌弃封印的。哎呀，这个咋撸死他不替身，我真醉了，兄弟们。哎呀，他不替身，天哪，我等着他替身呢，说实话我在等他替身，他不替身气死我了。不替身确实是难受，对吧？不替身这个确实难受，他如果替身的话，说实话我们还能增一下彩蛋，他们都不跟我们玩的，兄弟们，不跟我们玩。没人了，完蛋了，凉了，这没人了，不打人了，全是人机，就火了。锅里面估计有人，这里有一个马达拉，那个那个那个，我让你们尝尝我哈希拉马的实力，哈希拉马，马达拉，啊不是，说错，我让你们尝尝马达拉的实力啊，挨了第五十个把，我赢了。为什么不让我遇到那个哈希拉马？那我遇到哈希拉马的话，那多好，对吧，兄弟们？啊，气死我，那我这一个一技能不就把他凉凉了就。咻咦，我直接开大，兄弟们，我怕我这个打死他，所以我先开大招。应该是躲不掉。整个挺尴尬。啊，整个挺尴尬。完了，耗时间吧，没豆了，兄弟们，无限连。呀，你妈这，有人说大哥为什么不骗一下替身呢？骗替身有没有效果了？我计划就是给你们直接莽个大，结果我没想到啊，他离我一丢丢远，可能是没打到。儿子，没用，他怎么没用？兄弟，你这个马达拉现在说连招的话，他。一般吧，但是这个马达拉毕竟是有虚竹的男人，对吧？毕竟是有虚竹的男人，那个一有虚竹就非常变态。反正点击突破，我不突破，突破我感觉浪费金币。我要省一点金币啊！再次突围，这个变成了卡卡西。哎呀，卡卡西！哎呀，我去你个老底啊！对，整这就完事了就卡卡西。整卡卡西的话就太爽了，兄弟，看我操作就完事了。你就完事儿了，可不可以那一单女？曹刘备，秋伟，秋伟，他已经替身了，兄弟，我就直接开大，来，哎，没打到，哎，不用慌，哎，